他很细心，不管是对家人还是对朋友，然后他很负责任，而且他每次出国他都会把东西安排得非常的顺利，所以我就觉得一个可以把自己东西安排好，把家人安排好的人，我相信他以后也会把他的人生加上我的人生一起安排得很好。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